认识头一家卖船量从奶皮喂鱼开始。鱼怎么会跑过来？鱼还会张开嘴巴，鱼还会抢食。这一天阳光洒落，卖船量的桃花源里还有蝴蝶翩翩飞舞，是他要传递的另一种心境。人有时候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淬炼之后，才会有不同的视野。将视野投射作品《茶那杯》系列入选台北县十大伴手礼，去除茶渣的设计背后隐藏文化含义。这是台湾头，台湾的头。那你泡完之后，只令台湾头哈，不能只送我几杯哇？只是会出头。对。它那令台湾妹哈，不能做是金牛挑牛妹。隆起的山峦像台湾玉山，外圆内方意味规矩原则。太极生两仪，阴阳调和，而日月潭让喝茶变得更浪漫，更受欢迎的是如意。我们一生中有时候不能事事顺利嘛，那我们求的希望能够平安或是如意，那得仁义得天意啊，做事业比较顺利。轻松顺口溜，信手拈来，好记又讨喜，用视觉传递美学概念，让每件作品都有中心思想，活络了起来。这又是另外一套特别组合。对，它是用台湾的元素跟，这是一个台湾的造型，台湾现在办的花博会嘛，那把五个台湾摆在一起变成一个桐花。哦，然后又有蝴蝶的概念。对，所以亚红董琦一五创意啊，这东西很有创意。你爱买设计啊？老师说海陆，这是我设计的。谢谢我们说，要黑矮设计给，这是我设计的。发展文创除了文化内涵，感动人的元素加持是非常重要的。麦传亮擅长用俚语，三言两语直接让作品打入人心，而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行销的新活力。亚红董琦一油创意，亚黑矮沙鸡鸡，亚红董琦一油创意，亚黑矮沙鸡鸡。